还冷蛮贵哦，哪做无人机的电池，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对啊，无人机的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哈、啊，电池是上大的耗材、啊。支持一下哈、哦，青年创业啊，无人机喷农药、喷营养，还冷蛮贵哦。哦，哪做无人机的电池，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对啊，无人机的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哈、啊，电池是上大的耗材、啊。支持一下哈、哦，青年创业啊，无人机喷农药、喷营养。还冷蛮贵哦，哪做无人机的电池，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对啊，无人机的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哈、啊，电池是上大的耗材啊。现在才有60%是电池是。原来电动车跟那个无人机都是电池很贵的。对啊，电池很贵哈、哦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这一颗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哈，这电池就50伏特的。现在才有60%是电池是。原来电动车跟那个无人机都是电池很贵的。对啊，电池很贵哈、哦。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这一颗电池就要2万多块哎哈，这电池就充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，充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万多块的哟。哦，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、营养液了、玉米，充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，充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万多块的哟。哦，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、营养液了、玉米，充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，充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万多块的哟。哦，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、营养液了、玉米。充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，充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万多块的哟。哦，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、营养液了、玉米，充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，充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。这是台湾的公司组装哦，台湾公司组装的迄个无人机，无人爱在组装料，组装料嘛是爱甲民航局一种申请。这是台湾的公司组装哦，台湾公司组装的迄个无人机，无人爱在组装料，组装料嘛是爱甲民航局一种申请。这太当恐怖了。哦，对，哦，这个是有安全认证的呢，要用的人啊，要经过考试通过的呢，支持青年创业啊，一分地200块而已，到天喷农药，太当恐怖了。哦，对，哦，这个是有安全认证的呢，要用的人啊，要经过考试通过的呢，支持青年创业啊，一分地200块而已，到天喷农药，太当。哦，这个无人机喷农药还要用到遥控器的呢。哦，这个电池很贵哦，一颗电池就要2万块左右呢。哦，充满电50伏特左右，用到43伏特左右就要再充电了。哦，这个无人机喷农药还要用到遥控器的呢。哦，这个电池很贵哦，一颗电池就要2万块左右呢。哦，充满电，可以载那么多重的。农药还有或者营养液啊，玉米田啊、稻田啊，这当果园都可以用啊。16公升哦，一稻田哦，每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啊。支持青年创业啊，支持青年，可以载那么多重的农药还有或者营养液啊，玉米田啊、稻田啊，这当果园都可以用啊。16公升哦，一稻田哦，每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啊。支持青年创业啊，支持青年。可以载那么多重的农药，还有或者营养液啊，玉米田啊、稻田啊，这当果园都可以用啊。16公升哦，无人机可以这么大哦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喷洒农药还有营养液都可以。阿哥撒肥料。撒肥料也可以哦。哦，请联络一下赵春茂啊。哦，联络一下赵春茂。哦，很需要帮。哦，无人机可以这么大哦。啊，这样喷洒农药还有营养液都可以呢。阿哥撒肥料，撒肥料也可以哦。哦，请联络一下赵春茂啊。哦，联络一下赵春茂。哦，很需要帮。
哦，无人机可以这么大哦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喷洒农药还有营养意义都可以。阿哥撒肥料。撒肥料也可以哦。哦，请联络一下赵春茂啊。哦，联络一下赵春茂。哦，这什么机器啊？这叫无人机哦。这喷洒农药，喷洒那个营养液也可以哦。果园喷洒营养液，果树也可以。联络赵春茂啊，赵春茂。哦。这什么机器啊？这叫无人机哦。这喷洒农药，喷洒那个营养液也可以哦。果园喷洒营养液，果树也可以。联络赵春茂啊，赵春茂。哦。这什么机器啊？这叫无人机哦。这喷洒农药，喷洒那个营养液也可以哦。果园喷洒营养液，果树也可以。联络赵春茂啊，赵春茂。这什么机器啊？这叫无人机哦。这喷洒农药，喷洒那个营养液也可以哦。果园喷洒营养液，果树也可以。联络赵春茂啊，赵春茂。这什么机器啊？这叫无人机哦。这喷洒农药，喷洒那个营养液也可以哦。果园喷洒营养液，果树也可以。联络赵春茂啊，赵春茂。这什么？这么大台的哦，无人机也有这么大台的哦，那可以载多重啊？你看，让载十几公斤啊。哦，完了，这喷洒农药还是果园营养液，喷营养液也可以哦。请联络赵春茂啊。这么大台的哦，无人机也有这么大台的哦，那可以载多重啊？你看，让载十几公斤啊。哦，完了，这喷洒农药还是果园营养液，喷营养液也可以哦。请联络赵春茂啊。这么大。稻作是200块哦，是怎么算的？一分地两块。稻作喷这个农药用无人机的呢，一分地才200块哦，很便宜的啦，很便宜的，值得赶快联络。一分地，但它超的价格东西啊。稻作是200块哦，是怎么算的？一分地两块。稻作喷这个农药用无人机的呢，一分地才200块哦，很便宜的啦，很便宜的，值得赶快联络。一分地，但它超的价格东西啊。稻作是200块哦，是怎么算的？一分地两块。稻作喷这个农药用无人机的呢，一分地才200块哦，很便宜的啦，很便宜的，值得赶快联络。一分地，但它超的价格东西啊。稻作，农药加肥料东西，将农家提供。农家提供啊，农药肥料，农家提供啊，有。赵春茂先生是用无人机来帮忙喷营养液啊，跟农药啊。农药加肥料都是将农家提供。农家提供啊，农药肥料，农家提供啊。有。赵春茂先生是用无人机来帮忙喷营养液啊，跟农药啊。农药加肥料都是将农家提供。农家提供啊，农。喷一分地才200块而已哦，这么便宜哦！啊，你等了连同地农地农一两分呢，啊，你作秀呀，赶紧联络啊，这值得哦，支持青年，支持青年创业。喷一分地才200块而已哦，这么便宜哦！啊，你等了连同地农地农一两分呢，啊，你作秀呀，赶紧联络啊，这值得哦，支持青年，支持青年创业。喷一服务范围哦，很广的、啊、哦，台南县的也可以的，台南市的，嘉义都可以的啊，很便宜的，一分地才200块而已，很支持青年创业哦，服务范围哦，很广的、啊、哦，台南县的也可以的，台南市的，嘉义都可以的啊，很便宜的，一分地才200块而已。支持青年创业哦，服务范围哇，赞！哦，啊，这是用偌济伏特的，这机器这么大呢？电池，我来当给你看下。哦，这机器这么大的啦！啊，无人机哦，喷洒农药啊，不然果园的喷洒营养液哦，请联。哇，赞！哦，啊，这是用偌济伏特的，这机器这么大呢？电池，
我来当给你看的。哦，这机器这么大的啦！啊，无人机啊，喷洒农药啊，不要果园的喷洒营养液哦，请连。哦，玉米田也可以喷哦，玉米田喷营养液喷回掉。营养液加农药。营养液、农药、玉米田啊，因为为让玉米是用喷营养液啊，不是喷营养液。哦，请连络哦。哦，一分地很便宜哦。哦，玉米田也可以喷哦，玉米田喷营养液喷回掉。营养液加农药。营养液、农药、玉米田啊，因为为让玉米是用喷营养液啊，不是喷营养液。哦，请连络哦。哦，一分地很便宜哦，你哦玉米，但是我们知道价格哦，玉米田的比较贵了哈。后来哦，你看这么无人机这么大了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哟，六个机耶，六个亿哦，六哦，六十二六。但是我们知道价格哦，玉米田的比较贵了哈。后来哦，你看这么无人机这么大了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哟。六个机耶，六个亿，六十二六，但是这无人机耶，喷洒农药、营养液啊，玉米田照片，哦，果树都有啊，联络一下赵春茂青年创业哦，啊，这四十几伏特的电机哦，电机放你家，哦，电机很，一只很大辆，这无人机耶，喷洒农药、营养液啊，玉米田照片。哦，果树都有啊，联络一下赵春茂青年创业哦。啊，这四十几伏特的电机哦，电机放你家，电机很，一只很大辆。哦，这无人机这么大台哦，哦，喷洒农药、果树啊，哈，喷营养液的玉米田也可以哦。哦，这电机电四十几伏特的也有，二十几伏特，真哦。哦，这无人机这么大台哦，哦，喷洒农药、果树啊，哈，喷营养液的玉米田也可以哦。哦，这电机电四十几伏特的也有，二十几伏特，真哦。哦，这无人机这么大台哦，五十伏特的。哦，五十伏特这么大的电机哦，慢慢不会也慢慢耗电。哦，啊，不会加存。43伏特的，可爱电机啊！哦，还有啊，会哦，50伏特的哦，50伏特这么大的电机哦，慢慢不会也慢慢耗电哦，啊，不会加存43伏特的，可爱电机啊！哦，还有啊，会哦，大开眼界啊！无人机有这么大台的哦，可以喷农药，可以那个果树喷营养液，玉米田也有。可以哦，目前那个稻田的一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呢。哦，赶快联络赵春茂啊！哦，大开眼界啊！无人机有这么大台的哦，可以喷农药，可以那个果树喷营养液，玉米田也有。可以哦，目前那个稻田的一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呢。哦，赶快联络赵春茂啊！哦，就是稻作的，哦，稻作了哈，就是一种佃农，一种，以后因的地也是拢整片，就是拢连做伙，迄个可以打折，哦，迄个可以打折的，有，可以较大的可以打折，有，这种，就是稻作的，哦，稻作了哈，就是一种佃农，一种，以后因的地也是拢整片，就是拢连做伙，迄个可以打折。哦，迄个可以打折的哈，有，可以看多还可以打折，有，这种人机考试还要考试呢。爱科伊是分公斤级，哦，公斤级的，这伊个2公斤，对，2公斤到15公斤爱科，哦，爱心科一个学科，哦，学科，人机考试还要考试呢。爱科伊是分公斤级，哦，公斤级的，这伊个。2公斤，对，2公斤到15公斤爱科，爱心科一个学科，哦，学科，2公斤到15公斤，哦，爱再克过了，该科15公斤到25公斤，哦，科要几干？哦，要喷这个农药的，要先考试。哎，是2公斤到15公斤，哦，爱。再克鬼料，该磕15公斤，搞25公斤。哦，磕要几干？哦，要喷这个农药的，要先考试。哎，是两
客轨非常分散嘛。哦，要先考下执照。啊，我已经可考十五公斤。哦，已经考到十五公斤了。对、yeah. 哦，优秀优秀人才，支持青年创业哦，大春茂啊。哦，无人机喷农药，果营养液，玉米田稻田。客轨非常分散嘛。哦，要先考下执照。啊，我已经可考十五公斤。哦，已经考到十五公斤了。Yeah. 哦，优秀优秀人才，支持青年创业哦，大春茂啊。哦，无人机喷农药，果营养液。玉米田稻田，科啊，这机器在哪里买呢？这么大呢，机器很贵呢，哦，无人机哦，创业要成本也要很贵呢，很便宜哦，一分地才收200块，稻田的啊，稻田的目前一分地大特价还一啊，这机器在哪里买呢？这么大呢，机器很贵呢，哦，无人机哦，创业要成本也要很贵呢，很便宜哦，一分地才收200块，稻田的啊。稻田的目前一分地大特价还一啊，这机器在哪里买呢？这么大呢，机器很贵呢，哦，无人机啊，还蛮贵哦，哪做无人机的电池，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，无人机的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，哦，电池是上大的耗材，支持一下哈，青年创业啊，无人机喷农药喷营养，还蛮贵哦，哪做无人机的电池。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，无人机的电池就要2万多块呢。哈，电池是上大的耗材。支持一下哈，青年创业啊，无人机喷农药喷营养。还冷吗？现在才有60%是电池是。原来电动车跟那个无人机都是电池很贵的。对啊。电池很贵哈，这个无人机的这一颗电池就要2万多块哎哈，这电池就50伏特的。现在有60%是电池是。原来电动车跟那个无人机都是电池很贵的。对啊。电池很贵哈，这个无人机的这一颗电池就要2万多块哎哈，这电池就50伏特的。现在有60%。等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？充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万多块的哟。哦。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，营养液了，玉米喷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？相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颗就要2万多块的哟。哦，这无人机喷洒农药了，营养液了，玉米喷几个小时啊？哦，这个无人机呢？相差能充2-3百次，该换新。哦，这电池很贵呢，一。这是台湾的公司组装哦，台湾公司组装的，那无人机无人爱在组装料，组装料嘛是爱甲民航局一种申请。这伊这是台湾的公司组装哦，台湾公司组装的，那无人机无人爱在组装料，组装料嘛是爱甲民航局一种申请。这太当恐怖了。哦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这个是有安全认证的呢，要用的人啊，要经过考试通过的呢，支持青年创业啊，一分地200块而已，稻田喷农药，太当恐怖了。哦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这个是有安全认证的呢，要用的人啊，要经过考试通过的呢，支持青年创业啊，一分地200块而已，稻田喷农药，太当。哦，这个无人机喷农药还要用到遥控器的呢。哦，这个电池很贵哦，一颗电池就要2万块左右呢。哦，充满电50伏特左右，用到43伏特左右就要再充电了。哦，这个无人机喷农药还要用到遥控器的呢。哦，这个电池很贵哦，一颗电池就要2万块左右呢。哦，充满电50伏特左右，用到43伏特左右就要再充电了。是啊。哦，可以载那么多重的农药，还有或者营养液啊，玉米田啊，稻田啊，这当果园都可以用啊。16公升。哦，一稻田哦，每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啊。支持青年创业啊，支持青年。可以载那么多重的。农药还有或者营养液啊，玉米田啊，稻田啊，这当果园都可以用啊。16公升哦，一稻田哦，每分地才200块，很便宜啊。支持青年创业啊，支持青年。